社区电台，哎，你放假哈？大家好，我是渔夫。哎，你看这来这唱情歌，这是我的私房钱。哎，我细汉的时阵哦，咱也差不多有五块银、十块银哈，差不多会当买真侪物件。但是呢，到我大汉的时候，这千块，哎，虽然是钱，但是哦，一粒就开完啦。有当时啊，咱搭在涂骹，咱家嘛唔知影。不过呢，来看一下哈，你看外口的镇啊，这个风景镇啊，水啊，一定是真侪好佚佗的所在。所以我今日特别呢，要甲各位讲，我要用一千块要来去佚佗。佚佗对呢，大溪哦，来，我照一个计划书。要来去对佚佗，总共算十几个所在。第一，咱要来去大庆洞啊，迄、那个大庆洞，你也要去大溪先，经过迄个大庆洞哦，哦，感觉安尼真神秘。哎，过来，咱给咱看一条真水的大汉溪。这大汉溪哦，以前是迄船啊，讲会安一直晒在微淡水哦，一直晒晒个大汉溪起来，就当看到这个。啊，大溪的这個老街，我说我一号真侪这洋房老街吼，那是文建会特殊咧该保护的哈。另外咧，个人去当去行下伊的迄个大溪遐古道，所以呢，会当来去关帝庙来遐个啊，这個、关公拜拜，这個、关公听讲底下真灵祥哈，你也甲拜过，你乌金嘛拢乌会到，真的哦。啊，另外两个讲是中正公园，哎，中正公园这是台湾八大景呢，台湾八大景，这不是我凊彩讲啊，诶，这个风景呢。所以呢，你也吃到了，讲哎呀，我巴肚要这时阵要来去对，咱来去一间店，这间店阁真新鲜，它叫做补习班。哎，奇怪，咱去补习班食饭，唔是要去补习班食饭，已经叫做北中补习班，是咧补你个巴肚的补食班，不是补习班。另外，阁一档呢，啊，来去买这黄日香豆干，真好食。黄香豆干，尤其是黑豆干哦，你若安尼咬落去，你会想起当年蒋经国为什么来遐。背扁啊，来去遐背扁吼，食这个黑豆干，啊，迄真好食。落来个只蒋经国因这个啊因囝吼，或者蒋浩武嘛，是足爱食迄个，叫做豆鸡吼，一间买拢买一堆啊。这是啥物物件？咱等下我来讲，一千块内底昨天甲你开开完。落来个木雕店啊，来去看木雕哈。今麦过来石门水库的坝顶，要去石门水库，我那爱开门票的哦，唔是讲我凊彩讲去吼，我靠渔夫的名字唔妙。昨日个咱过来去这个阿姆平游湖，唉，赞！阿姆平迄个湖水吼，非常的水，阿姆个湖水真太高啦吼，啊湖这个湖这个山光水色真好啦吼。另外呢，你若安尼算算个讲安尼啊，我巴肚枵，这个时阵要冲啥呢？咱来去食卤肉饭，佮配这个沙白鱼，安尼一千块有够无？有够，甲你保证绝对有够，行。刚有够。在渔夫信誓旦旦的保证之下呢，哎，我们终于半信半疑地踏上了愉快的旅程了。不过心中还是不免怀疑，一千块真的能够游大溪吗？游北二高呢，我们经由新店、安坑、中和、土城、莺歌、三鹰、大溪等等的交流道，哎，我们终于来到了第一站大汉溪中游。听说渔夫先生呢，他已经约了两名好朋友来当向导了，想必今天呢，应该是收获丰富的一天喽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一千块开始开，来，哇！你这钱拢搁藏在了，这箱啊内底，搁啊锁起来哦。警察啊！警察，阿官底也袂甲你斗过，啊。大人哪有插这囡仔蛋？好，不干不插。哦，好，谢。等等啊，你在排队？排啊，对吧？在拜公啊，拜公爱买所爱因为啊。啊，迄偌济啊？五十。啊，五十，我出外人哈，我用手摆得啦。五十个啊，要信个，信。FM 2200社区电台。大家好，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大溪呢，只花我大概20分钟的时间，我一路吼塞金车塞足紧足紧，一连塞50，塞200，哎呦，不过一定来个大溪。你看身后这个叫做大汉溪的这个地标啊，你有听到这个潺潺流水声吗？好，我的好朋友，这个现演男生名女交当啊，大汉官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欢迎欢迎，辛苦，谢谢，哎，大家欢迎你，好来，各位的亲兄会会长，咱聊聊本身聊会长来，你好，欢迎，好来，啊，今日要坐到什么所在石头？哎，首先哦，坐你来去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所在啊，来去
先看一下咱台企的这个入口。哎，唔免开钱啦吼。没，这没开钱，多开心啊！我讲了一千块呢。后来啊，这摆这个新别墅，但是要啊，那要来弄崩坑了，对吧？是，就是咱大庆洞口。好，行，来这摆过来看看。哦，哇，这个洞口，我真要请表上来管了。这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呀？哦，这听一寡长辈人咧讲，其实这洞较早无安尼管。嘿，哦，上以早是日本时代的时阵吼，都已经有这个洞。是。啊，洞口拄啊拍好的时阵，并无像这款水泥狂安尼。哦。干焦安尼。哦，干焦安尼尔就是啊。啊，以后吼，因为咱即马咧。啊，本来是外观，本来是外观。本地才有个家。哦，个家尔，个家所在尔。哎呀，咱即马。经济较发展嘛，所以讲有一挂拖车啦，哦，你才过树上去碰着，哦，啊，所以讲才夹杠差不多一个人悬啊嘞。哦，安尼，啊，这个凉亭是从啊？哦，这个凉亭啊，就甲这个洞的这个地理有关系啊。哦，甲地理有关系。因为曾经啊，拄才讲过讲迄个拖车的问题吼，啊，真侪庄的人讲建议讲，啊，要规气甲这个洞来卡掉啊。啊，但是有一挂顶辈人啊。因认为讲这个洞啊，就是咱大溪一个出入口，地理上的保护的这效果，所以有一个风水的这个效果在内底了，对吧？所以以后啊，才建一个西雅亭，除了讲会当吼咱这百姓来这休闲以外，吼啊，同时啊，做一个敢那守护的迄个，哦，这个效果在内底对吧？是来定着这个大溪亭的这个好风水就对了啦。呃，阿南，我就过来买来一对。咱即马刷落要去吼，是要来看这个号咯。咱较早这个码头啊，跳虎都会行一条古道。安尼，人散步古道，平均两年时期是。哎，是啥物时阵开始做的？啊，这个是日本时代，咱只船啊，当你行的时阵就应付啊。哦，够完年了，来。这个大庆洞是不是让你感觉神秘又特别呢？下次到了大溪的时候啊，别忘了自己亲自来走一趟哦。想必大庆洞一定会给你不同凡响的体验的。走着走着，走完了大庆洞之后，我们看到了大溪特殊的地标，要往古道出发了。这个古道呢，听说可以加呢，给你猜一猜，这个古道以前到底是用什么做成的？哦，那原这条就是古道哦。是哈，这条路啊，已经有百几年历史哦。啊，早期咱台客所有的货物啊，要载到这来时，经过艋舺、台北来到这，变成拢为这单船。啊，就把这个物件用人担起哩，这个号的台客有加加底。哦，就为这条担起来了，对吧？哦，你看这条底安尼，这石料，早期咱台湾无水泥嘛，所以讲听老一辈人讲，这物件。全是用这个竹米，甲这个石灰搅搅的，用这石料来铺。哦，就是这个所在就对了。对。啊，你们看阿毛头的所在呢？就是因为这几年啊，有较歹一步，就搁做滴修补。其实下底游园是这个号做水，这个号做竹米甲这个石灰来淋来搅的。哦，用竹米甲竹灰来搅。嘿，所以讲来台客吼，也无来行这条古道行着吼，就无算来行台客啊。啊，这以前个人啦，既然是拢伫遮，遮唔着应该足侪迄落食食啦啥货安尼。哦，对啊。叫老一辈人咧讲哦，这专门卖点心的所在。哦，这拢是船甲驶到遮不到嘛腰啊嘛，所以拢是食点心的咧。不过，这我问只会长一下吼，会长，你这既然是一个港口吼，还是一个这个码头吼，这水我看到浅浅啊，这船敢驶起来？啊，那讲到这吼，开始即马阮现代少年啊吼，感觉非常的心肝会疼。因为听古早的一挂长辈人咧讲啊，伊较早这水也非常的深嘛，用一支竹篙啊，咱内山的竹篙啊，冻袂到底啊。哦，啊，就足亲密了，对吧？是啊，所以阮听起来非常怀念啦。啊，即摆开始变安尼咧？啊，因为最近吼，是这几年的时间啊，咱大量来做开发，哦，啊，溪底的一挂沙石啊，拢提了了。哦，滥采滥坑的，对啊啦。是啊，啊，所以讲即摆大溪人讲哦，你啊看即摆这的石头拢浮出来啊，哦，大溪人讲，即摆流传讲叫做南北见天啦，哦，水拢蹲袂住啊。是。啊，财嘛都袂掉啊啦，对啊，水管财嘛，是不是安尼？那讲地理上来讲，水就是财嘛。啊，即马大溪人哦，那看来讲遮无水哦，钱赚了唔知掉袂掉，嘛非常的烦恼啊。啊，恁这地形上的人，无大家来呼吁，看看要安怎甲保持这个。啊，是啊，所以讲啊，阮大家国际青年商会吼，伫我林会长今年吼，伫五月份啊，开始推动这大汉溪的这个整顿。哦，所以讲，甲大已经办八届活动啊，并且伫九月初七吼，啊伫咱这个文化路诶这个国家预定地吼，要办一个大型的这个晚会，哦，来针对这推动大安溪这个主题吼，来做一个搁较大的这个宣传。对，安尼真重要，安尼真重要，确实。所以这引起所有人来注意这个问题，甲对了。
是啊，是啊。好啦，不过嘛是过来佚佗，才过来要来对。啊，咱来去这个叫做圣帝庙。圣帝庙是咱台客真有名的一个庙，咱来去来看卖啊。哦。这条古道对以前的大溪居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呢，因为它不但连接了大溪跟淡水的交通，而且还是大溪对外的重要管道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完了这条重要的古道之后，我们将前往有百年历史的关帝庙出发了。听说蒋总统经国先生还曾经到此一游哦，你对他是不是也开始有兴趣了呢？我得啊，你坐到哦，小靠喘的，啊，都加咸脆搭来，哇，舒跑，我请来，哎，几个我坐，啊，来，我这我开到，来，我家己也开来，我开来，我一千块开始要开啊，嘿，来，一千块先开二十块，哦，二十块来，我藏在这内底哦，哦，查阿敢唔甲你客气？会啊，啊，官爹也袂甲斗过，啊。这小事情啦，无关遐济。啊，伊无关遮济。哈哈哈！啊，但有这要来拜者。哦，拜哦。啊，要拜公，哎，香一束要偌济？五十吧。五十。啊，五十。我出外人袂要紧啦，我迄落手牌就使啊啦，心诚则灵啦。在啊，在人个啊。啊，谢个咧。对，好，谢谢。你个来拜。来。哦，先拜者。哎。啊，这哪样？我看这安尼个人是安尼古色古香、雕梁画栋，啊，香火也正哦。啊，这对一项是这个百年文物，我来看拢无。啊，因为这间庙啊，是咱台客乡亲的信仰的中心嘛。哎，像这个庙已经百多年历史啊。那么早期，咱这台客这个跟这个放假同行的时阵，用水运的时阵哦，咱这百姓拢金龟条啊采金。哦。那因那有赚到钱，当然这样，因为讲这圣帝讲该真富。哦，遮就是早期就安尼，有遮历史啊。你要详细，咱等下来底来看。哦，伊要来底，来底有百年的文物了。对，好，行。好，好。好，好。哇，行到这来底入来哦。对，来底看较清楚。哦。咱拄啊，咱即摆甲看吼，咱即个文物较有即个价值性的吼，时间较久的伫中边啊，即个牌，啊，即个牌已经有一百十几年历史啊。咱早期还袂装金身的时阵吼，咱就是即个信仰的，即个乡亲的拜即个牌。哦，所以就迄阵无神像，啊，甲用即个咧拜安尼对啊。对，有一百十几年历史啊。吼，我中这三尊的主神呢，已经有九十六年的历史啊。九十六年，这种历史的这个记载啦。嗯。那么边啊，中即有一个铜像，有青。当做真嘞，这是民国六十八年吼，这蒋经国上任这第六任总统的时阵嘞，伊送来哦咱这个乡亲的吊牌。哦，蒋经国送过来。对，这是元首甲加持过。对。所以讲，即款每年的六月二十吼，咱那只大楼嘅大拜拜的时阵啊，即阵身上吼，拢是伫头前抓落。我看到恁个挂一个大金牌。对。那么边啊有这两位，像青山这两位吼，这是咱的原来咱乡亲吼，啊送给咱这个庙吼来供奉，这已经有。我有九十六年历史。哇，所以讲咱这台客啊，讲到历史的时阵吼，这讲咱这的土地长啊，是历史非常悠久，还是信仰的啊，非常得到这乡亲大家的敬爱跟肯定的啊，做来这一个牌子。啊，对，这你不要恁这台客认可是绝对一定爱安尼，啊，好好甲恁这尊敬一下。好，来，感谢。比如来我来讲，这个是叫做功德箱，啊，最近算讲袂话咧翻吼，啊，是毋是利用这机会吼，咱来甲添加营养一下？哦，添营养啊？啊，是添偌济？这无一个一定啦，总是生意就使啊。生意就好啦。生意就好啊。哎，生意就好。一百好啊。好。一百。我想迄里头吼，里头就含我无共台的吼，这唔免啦吼，系啊。啊里头若袂爱食，我看李彦秋也袂爱食。我拢减减起来，无爱做。我张亚勤爱送的啦。无啦，张亚勤，我无用。张亚勤最近咧发生迄个警匪枪战哦，伊做无用的，系啦，可能也无时间通食，食早餐。FM 2200 FM 社区电台。台北
有一个中正纪念堂，桃园也有一个中正公园。中正公园呢，景色也相当的优美，听说还是台湾的八大景之一哦。这个风景真难睡，这个公园实在是确实有赞啊！这是什么公园啊？哎、欸，这叫做中正公园。哦，中正公园、欸，这是八大景之一呢。台湾八大景啊？是啊，你看这树啊，哦，足大丛啊，风景足水的。哦，啊这看到遐规个山真了好看，这视野非常好，是在当鸟瞰整个大汉溪的这个全景啊嘞。有影，确实水啊！欢迎，整治大汉溪，拯救水资源，整治大汉溪。拯救水资源！哎，这个人是咧抗议啥个议员？这个咧抗议哦，你有民怨哦？不是，这个人是阮会长在办的真有意义活动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什么活动？啊，这拢是阮大家经常的回应吼。阮嘛伫推动一个大汉溪政治的促进系列活动。安尼哦，安尼哦，啊，尊敬，拍手。啊，什么？少年人一个热心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人即马准备当咧家咧研究就对啦。是啊。因为阮这人即马来即个勘察即个现场吼，啊提供一寡资料吼，即个相关单位、专业单位吼，啊进一步来做即个规划呢。是。啊提供予政府机关吼，啊包括咱即个民意机关，大家共同来关心安尼。对啦，就是大家来即个大溪佚佗吼，唔茫讲多咧佚佗尔，爱甲关心人个即个活动一下。感谢，阮就是即个心意。是，安尼来加入一下吼，来加入因的即个活动一下来。溪是这么漂亮的一条溪，整治大汉溪啊，真的是人人有责呢。看到了青商会会员们这么费心的参与研究，渔夫啊也忍不住想要跳进来加入他们了。真是休闲之内也不忘了关心国家大事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前往的是桃园的老街。老街巴洛克式的建筑呢，是不是让你眼睛为之一亮？为了保存老街的原貌啊，大汉溪的居民他们可是费了很多的心血呢。这条老街的景色是不是有让你置身十里洋场的感觉呢？嗯，没有错，老街上海式的建筑啊，正是它最大最大的特色之一了。你瞧，这整条街都是经过整体规划的哦，而且啊，它有长久的历史，听说吸引了好多好多外国观光客来这边一览它的名胜呢。渔夫啊，等等三个人在这条街上来来回回的走了好几趟呢，结果还舍不得离开。比较了那些招牌的不同，然后呢，又找来了大汉溪妇人里的邱里长来当向导，希望呢，他能够好好的解说一下这个老街的风貌。哎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琼若本店，这个琼若本店是虾米挖沟啊？经过当地热心的老伯噼里啪啦的解说之下呢，我们才知道原来这里以前是供应军用品的地方呢。哇哦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老街上有人在做竹蜻蜓。哎，如果我有小叮当，我要有只竹蜻蜓。告诉你哦，这可是在台北不容易找到的哦。依我猜啊，这个童心未泯的渔夫他一定会走过来瞧一瞧的。我们爱玩的渔夫先生啊，被吸引过来了吧？只不过不知道他玩竹蜻蜓的技术到底怎么样啊。渔夫先生听说从小是在屏东长大的，不知道，哎，还不错嘛。你看他就开始玩了起来，完全都不顾我们摄影机。啊，这个未歹算哦，真好算啊，这只已经算。好，啊，这个这几个这？一支四十，三支一百啊，好啦，买三支啦，上多一支啦，吼，来，来先客气哩，好，来上客气，搁开一百，恁拢几个人？啊，三个人啦，哈，今麦搁开一百块，拢几个人？
好啦，伊拢讲要送你啦，拢讲要送。唔好啦，唔好啦，送唔好啦，我爱照开啦，照开照开啦，是啦，好啦，好，你好，来生，你好，来生来生来生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哦哦，赞赞，我见过我出钱啦，你咧背靠你行。到了大溪啊，就一定不能不去买豆干啦，而且家里的众亲友们都还在嗷嗷待哺等着呢，走，一起去买豆干吧。哎哦，好食好食好食，豆花哎，啊，这个，我听讲你这间店是蒋经国捌来过北岛。嘿嘿，蒋经国他前后来到我们家，从民国64年哦，一直到我们家，一直到他过世为止，从前后来我们家8次，然后就因为这8次之间呢，也跟我父亲，成为。西装加摩跳就对了啦，麻烦，他不安内啦。民间的友人，民间友人，他民间10位好友之一啦。安内啊，啊，蒋经国来是拢吃啥哈？他每次来我们家哈，他就是他很喜欢吃这黑豆干。哦，乌豆干。哎，这种黑豆干，他最喜欢吃这种。哦哦，然后像他儿子也很喜欢来。他儿子是谁？蒋孝武。蒋孝武，蒋孝武，他每次来他就指定要买这个。哦，素鸡哦。哎，他每次来的时候他。有时候是他自己有下车啦，有时候是在车上，他会叫他的侍卫来买，一次买的话，有时候我们三四十个这样带走。哦，安尼哦，哦，啊，这既然安尼，我应该买一挂纪念品等下来再送我朋友咧，大家斗敬一下。拜托拜托，好来。啊，这个吼，这个，哎，这一把，这送我的彭佳彭总监啦，哈，啊，这个送我的欧阳龙啦，哈，还有，啊，这送我这安迪啦，哈，啊，这。这迄个我即摆要送我遐主播啦吼，什么 TVBS 张雅琴啦吼，啊什么名士的廖小军啦吼，啊迄个李世端啦吼，李涛啦，嘿啦，上擂导演啊，对对啊，个李艳秋啦，即我拢爱上。哎，上擂就上好啦，即种叫陈年豆腐就上好。哦，这哦，好好来来，今日较济来，我上贵啊。好看，好看。哦，安尼，差不多偌济？啊，哦，嘛只安尼。差不多这样，差不多在1400左右吧，1400-1500左右吧。1400哦，消啦消啦。哦，安尼哦。1400-1500。哎，无啦，我你讲吼，阮这个彭总监吼做无用，拢在咧录音啊，所以咩啦。大官也无用。啊，是，拢无用。啊，这安迪嘛无用，啊，阮欧阳总监更加无用哈。咩啦，直接就无用。嘿啦，这我吼，这直接车顶块弄破去吼，这讲啊真诶唔好啦吼。哦，这就是啊，这个我想迄李涛吼，李涛就含我无共台的吼，这唔免啦吼，系啊，啊李涛若袂爱食，我看李彦秋也袂爱食。我拢减起来，无爱做。我张亚勤爱送的啦。无啦，张亚勤佫啊无用，张亚勤最近发生迄个警匪枪战哦，伊做无用的，系啦，可能也无时间通食早餐。啊，食偌济？安尼食160。唔等你秘书安怎搞啦？不要紧啦，我肯定来罗价就会使啊，个160两，160，好，好，好。我只有咧，没，多谢，一百哈，50哈，好啊，160，啊，我改了，啊，谢谢，啊，安尼我哩罗价单，无啦，今仔恁个准备收个糖吃头的对无哈，多安尼多好，好，谢谢哈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好，谢，大哥来了，大哥来。吃完了香滑可口的大溪豆干之后呢，大溪的另外一个特产，内行人也知道，大溪的木材啊也是一级棒的呢。因为大溪的水质好，地点佳，所以啊，大溪的木材材质都高人一等呢。你看他们的招牌、匾额、神像等等的木雕制品啊，都是相当精美的哦。
哇，那议员恁遮吼，这木琴啊，遮尔啊多哦，我有看到红粿道吼，这八仙道拢刻到足精彩，啊，这啥？这功德箱，功德箱，啊，刚才庙的功德箱，哦，这落钱就对啦，吼，啊，哦，啊，这是啊，这台客这个木器特别多嘞，哈，啊，本来台客刀工啊木器哦，就是咱这名产，嗯，所以讲这间呢协代哦，所以讲是咱台客哦，咱代表族之一，哦，代表族之一就对啦，啊，这头家什么人？这头家是一个李炳龙，是阮一个真好朋友啊，哦，李，哦，头家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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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哦，台客木器哦，发展几啊十年啊，哦，即就是早期吼，咱台客搁较起哩，迄个上游迄个甲板山，出产足好诶高级茶，像萧南木啦、萧南乌心蕉鸡油啦、啊姜啊啦，啊即个茶流落来甲台客了，哦，迄种足高级诶，啊加上迄当阵吼，林本源来台客建设，啊特别哩登山聘请足好诶老师，哦，足好诶师傅工吼，来遮建设，啊变成迄当阵就说哦，即个师傅就传承。知啊，因为早期用手工做，啊一间厝起，唔是讲像即马一年就起好啊。顶摆落五年、十年，运势嘛过咧起。哦，所以就即马师啊讲吼，伫学台客这个子弟，就伫学师，吼，功夫足好。啊，佮加上咱台客气候特别好，水质好，啊气候好，用对这擦吼，对家具的擦特别水。哦，别个所在拢擦袂起来。嗯，因为这。家具的擦湿度甲气候温度足重要。啊，无怪你遮即个家具，我拢遮木器，我拢看了足赞的吼。来，还佫有甚物？佫较技巧，佫来来搞。来，参观看。好，好，来，来，哇哦，这么多的木雕制品，是不是让你感觉到目不暇接呢？嗯，真的好美哦。下次如果要添购木制用品的时候，别忘了可以来一趟大溪啊！而且您也可以报报我们渔夫社区电台的名号，搞不好哎可以污到一个折扣哦。哎，大哥，谢谢呢，谢谢哦，你的这个木器我看目睭足白的，哎，欢迎。哎，不过老师讲我目睭八度腰，八度腰，目睭白。八度腰简单，咱来过一关，补补图啊。补习班，我早打个课过，你补习班？无啦，即个来补习班是附中补习班，你考大学的补习班？补巴肚的，啊是，补教的，赞，大家想出名。好，安尼好，来去，好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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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我看到，我想到，那些蜂蛹，啊，蜂蛹。蜂蛹，蜂蛹塔，蜂蛹塔，这是什么蜂？什么叫蜂蛹？啊，虎头蜂的这卵还袂。变胖胖的，我知，这蛋白质足高嘞。哦，还足补的哦。哎呀，足补，照你讲的，恁太太拢跟你来食这味料，过江拢抽三根。哎，可惜啊，太可惜啊。FM 2200社区电台。北中补习班，哎，奇怪，是咧补习还是从啥？来，你要甲看卖。哎，头家啊！听着人讲我白话，我就足欢喜。啊，你这是叫做这附中补习班？这是阮，较早是阮老爸吼，我已经做甲即款做五六十年啊。哎，古早上古早就好金明食堂啦。嘿嘿嘿。啊，过来，甲阮老爸佫忽然间收，佮就开做附中补习班啦。哦，就是以前足侪囡仔咧补习，所以巴肚爱补就对个啦。哦，就是啊，你的主要菜是啥啊？我主要的菜是这野生的猪啊。啊，即沙煲鱼头啦，莲仔啦，真济啦。哦，讲迄个正土鸡啦。是。啊，不过我知影你古菜做过一个。哎，我古菜即鲍肉啦，啊，即长寿鸡啦，哦，炖的空肉嘛，食好。即拢食团的手艺。嗯，所以即一定足好食。好来，今日咱一摆，啊，你即摆就看一道来做啊，做方便好，好来。啊，厨房这样好，来来来。哇，这刀遮切草哦，我你看我呢，伊直接吞嘴烂吼，连嘴子用要吞落去啊！哇，这都是煮到遮好是上做的啦。啊，本店的店头鸡煮。店头鸡，来来店头鸡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！头鸡嘛，你跟介绍一下。哇，经过经过，哦，你这拢高菜就对哇啦。高菜，这是鸡卷啦，吼。鸡卷。咱这店的家做的。嗯。啊，咱这往往是咱这出来，这几条笋炒丢无啊。哦，这是啊，这种几条笋多恁才有尔。
这算侯兴出产的。哦，侯兴出产的就对了啦吼。啊，这边是啥？啊，这就是咱古早的一些长寿鸡。啊，长寿鸡。这已经，会使讲这全部拢做。哦，这看了像做好这，这已经是团结的对伐啦？哦，多你也要做尔啦吼。哦，这个啊，这个看，这是土鸡啊，正土鸡啊，这阉鸡啊，啊，这全食玉米吼，看了看。哦，食玉米的则是安尼啦吼，即系较黄，愈黄愈好食就对啦吼，愈黄啦，我是讲黄啦吼。哦啊，即个啥？迄是猪肚铺的，阮老爸好名，叫做处理刀。哦，处理刀，处理刀是啥物意思啊？人以为，阿袂用砍过猪肚就对啦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哦，啊，即边是古早的布啊。哦，啥物啊？古早的布啊。哦，这是这个咱这廖会长上爱食的，是吧？哇，这个我看到我上到啊，这红蓉，红蓉，红糖，这是什么叫红蓉啊？虎头蜂的这软阿袂变胖的块。啊，我知，这蛋白质足高嘞。哦，还足补的哦。啊，足补，照你讲的。恁太太拢甲你来食这味料，过工拢抽三斤。哎，可惜啊，对，可惜啊。哦，啊，这是死虾啦，吼。这死虾，啊，这溪谷啊，个高干嘛，去两岸头路来铺。哦，啊，这是今仔多伫恁，这恁大溪。这是阮这水果的。哦，水物件哦，啊，这个。这是这冬瓜水啊。哦，冬瓜水啊，这是爱去对你也较了解水啊。这阵番薯的，毋是正较在。哦。水啊。是讲啦。要食咱足补的安尼吼，啊，这是食迄个口味的，因为这咸冬瓜全阮家己做。哦，佮家己做的这个咸冬瓜。哎，冬瓜全阮店的家己做，我前年做四五百斤的咸冬瓜。哦，生意真好哦。是好啦，到家己做哦，较好食。哦，家己做较好食，啊，有啥物秘方啊？同款啦，咱都照古法来做呢。哦哦，种完全这道拢是照古法来去做的。这照古法。啊，是讲若要食安尼吼，食你老皮花要食啥物？食老皮花。哈哈哈！哈，像咱黄毛的安尼，过江会拉黄梅调、唱黄梅调迄种。店里有这那些鸭皮啦，这蛮会使啦，这蛮会使啦。吼，啊鸭皮食咧安怎？鸭皮食真好食，啊，做单人身体够好。哦，身体够好。会当过，会当补四十、补七十。鸭皮啊，食过安啦，好大是无？热天、寒天食全好。哦，全好。第一个，冰冰啊。哦。是，啊，佫会当传，啊，这得偌济？这一袋是三千外块啊，三千公啊，那袋。三千块。嗯。三千哦。免帮啊啦，免帮啊。我借你了啊，那个大客。不，这吼，即马恁这大客伤弱吼，啊，食落吼老皮花哦。这补的呀。无想补，想补。咩叫叫大家同齐用？唔好啦，想补啦。我食一碗面条啊，面就会使，面我食饱就好。吃饭喽！俗话说啊，家奔红地多，尤其是这么一桌美食当前，谁能够不心动呢？更何况我们逛了那么久啊，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。这里的古菜啊，还是外地都吃不到的好料呢。你看，这么一道道的美食佳肴在你前面，而且呢，通通都是老板精心做的，你是不是也快流口水了呢？你看，大家都杯盘交错，毛起来给他吃。嗯，这个有汤有菜啊，真是棒极了呢。大家都团聚在一块。哎，这个环顾一下四周围呀、啊，我们那个有原则的渔夫先生去哪啦？谢谢来，靠边，靠边。
哇，这有这够厉害，这么高台，高台，这金门水库这里号做二级卡，哦，金门水库啊，这成人票偌济啊？一个50块，50块，啊，50块我有啦，50块我这拢有。正经你该要改？我这么搁开50块。我来了，买票来50块。50块钱拿到了这一张票啊，后边够这个观光指南图啊，哇，这张吃的都不为哦。哦，这头叫谁在？你这头老古龙在。好，那我那两杯票来，我那两杯票来。如果呢，你向往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，现在就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叫做石门坝顶。听说这里啊，相当的优美哦。石门坝顶的风景是不是美得令人心动呢？尤其是下过雨之后，那种雾蒙蒙的感觉更是太吸引人了。如果下次你有机会来这儿玩，别忘了一起来尝尝有名的活鱼八吃，相信一定是不虚此行的。哎、欸，啊，这款最喜欢石门水库的这个河路的水质，你喝你啉看卖。啊，好啦，我来啉看卖者。味怪怪，袂歹啦，袂歹，够味怪怪。不过恁这是风景，实在是确实袂歹啦。好，我看，哦，这样呢，一点过一，哇，这水安尼流入边，实在是真好啊。哎、欸，迄、那个所在听讲是这个以前老总统定来的时候，什么饭店？叫云霄大饭店。哦，啊，听讲较早迄个老总统吼，树、上来遮游湖，啊那暗时啊休息的所在吼，啊就是住伫遐。哦，是安尼啊，对对。啊，不过哦，哎，你这风景好是好啦，吼、哦，奇怪啊，这下边哪有啥物枝木咧哈？这树木一大堆，啊，搁后拖鞋是不是有人跳跳这石门水库？夭寿哦，这是咱啉的水哦。好，伊我问个到底哦，实在是身为台客人哦，迄边拢做者红起来。啊，你这是无人咧看你啦，啊。有啦，政府在清啦，还没清到这裡来啦。啊，根本没清到这裡来。状态。哎，啊，这水源这污染，安尼不是这足恐怖的。啊，是啊，拄则咱嘛有讲过吼。嘿。其实这水源是供应咱屯区吼，甲北这个台北县一部分的这个百姓用水啊。拄则你啉迄罐吼，嘛是同款伫遮所处的，不离过已经经过处理啦。你唔好看到这哦，啊紧张啊！好啦，阿哥要来就佚佗。我话咱从沙罗来去安平啊，哦，来安平呀。啊，什么在安平啊？安武平啊？安武平。哦，安武平。咱来看看，咱来食饭。你讲来不来防治呀？哦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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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行，来来来。浏览完风光明媚的石门坝顶之后呢，接着我们要去看看小时候常去的烤肉圣地阿姆坪。你猜猜看，现在的阿姆坪变成什么样子了呢？稍待一会儿，我们就告诉你现在的阿姆坪。你迄个所在看到一个吊桥，迄是什么物件啦？哦，这个哦，是白白黑啊，嘿，这是这个都民国74年左右卖做的啦。哦，不是还未起好的、啊。做好，当做还未开始，这个号用的时阵啊，规都落落啊咧，落落啊，规个可能号都吊桥的桥板拢落落啦。还是有人无？哈、啊，那还未交接啊，还未交接，等恁创派。FM 2200 FM 社区电台。听说除了这个坝顶之外啊，还有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，叫做阿姆坪。嗯，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阿姆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吧。哇，这是什么所在啊？呢，欧洲上，哇，这个景色就够水啊！呢，湖光山色啊，呢一顶一顶的这山脉啊，呢，吼，个雾气充满了灵气。会听这什么所在啊？确实哦，这所在比较水哈、哦，是，这个会使讲人间的美景。这搭叫做阿姆坪。阿姆坪，嘿，是。这咱台湾就对了啦。啊，对 对, 對。我请起来，这台湾。这是大汉溪的上游。嘿。嘿。伫过去差不多60年代、50年代的时阵吼，会使讲咱台湾的所有的这风景区吼，甲遮比的，会使无几位啦。是。吼、哦，伊即马来讲，你今仔看会到，你看，同款是非常水的这个景色啊。嗯，啊，所以这雨若敢落落来吼，安尼一定感觉安尼山雨欲来风满楼，安尼住咧到咧真好啊。是啊。不过是好水是水，但较，哇。
有啥物？啊？有啥物问题安尼？你啊看看这污水安尼，污染到这程度啊，才会安尼啦哈。啊，这就是讲，让人感觉非常危险的所在嘛吼。今日咱是来这欣赏这个优美的景色，啊，但是目睭底看的吼，水是在外吼，啊，另外规湖面拢是遐个迄个漂流物。哦，啊，插头啦，有一挂垃圾啦，是，哦，啊，这就是，这唔是一挂垃圾呢，这我看是污染足严重的，搞无彩，嘿，这就是上游的所在吼，是，并无做好真好一个水土的保持，嘿，吼，啊，像这个即届拄啊温尼台风了，吼，你看，这个树头啦、垃圾啊啦，规个拢冲冲落，规个拢伫这个湖面啦，是，规个这个美景拢断来破坏掉，唉。不过这个哪一关啊？恁远远迄个所在看到一个吊桥，迄是啥物物件啦？嘿，哦，这个哦，白白迄啊，嘿，这是这个了，民国74年左右卖做的啦。哦，啊，唔是还未起好个？无，做好，当做还未开始，这个了用的时阵啊，规个落落啊咧，落落去，落落啊，规个可能了吊桥的桥板拢落落啦。还是有人无？啊，还未交接啊？还未交接，等恁创歹去的。啊，创歹去，啊，总藏在遐。啊，咱呢，咱的政府就嘛真趣味嘞，咱呢无人爱插鞋嘞。哦，变遗址，互人去观赏着，对吧？讲这政府做的。只要讲这物件是爱光阴拆掉啦，无真侪朋友来讲，到底是还袂做好，亲像你讲安尼。嘿。啊，所以到底做好做袂好嘛，搞不清楚嘞。啊，无人因为这代志受到这处罚。因为可能是省政府的秘密啦，咱也无清楚。啊，所以这百姓定在咧怨叹啦，讲汉尼好个景色吼，啊一条吊桥做啊单做十几年啊，也未做完成，啊即马听讲啊，即马佫废省了啊吼，啊怎个变做啊？哦，安尼哦，嗯，哇，所以讲吼，啊我大家即个民意代表甲你回击你，讲袂当甲做好，互你欣赏个景色吼。哇，这毋是你毋对啦，不过即阵当坐船过啦吼，啊这会使，会当游湖者，当然坐船过啊。啊，毋过即若消费者对了，伊敢会赔种烂去？咱这船拢有安全设施，无问题。哦，无恶有，啊，毋过恶臭较大个，较严重个。无，这不是恶臭，这是咱的水源呢。啊，爱垃圾个。哎，这是咱食的水呢。啊。因为即马是风台沙哦，漂流物较侪啦，所以讲，阮亲像话嘛，一再办这活动，希望讲吼，看下当讲做大汉去顶游吼，做一下改善吼，后摆咱的食的百姓食的水哦会较清气。啊，我要坐船偌济钱啊？来看卖一下啦，吼。好啊。行，来，来码头看卖。好，来哦，坐船来游哦。啊，咱要来对啊，哈。我看咱来去石门大坝。哦，石门大坝，庄票100块。哦。啊。哎，看我来，我来票。没没没没没，咱即摆直接讲的，你出的，我出的。哦，安尼，你记。150块，哎，我已经准备好些，150块，哎，好来。渔夫怀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等船靠岸了。嗯，不知道待会的游湖之旅会是怎么样的呢？哇，那渔湾你要看哦，那污染到迄个程度啦。哎，渔夫啊，嘿，这个所在哦，是自然风景足水的，但是因为呢，刚才讲。对这山坡地这保护做了无好，所以感觉，让你感觉讲这块污染足严重。其实讲这么严重尔呢。这个通人甲台北人、三重埔、板桥，以及咱这新庄拢食这个水呢。有影无影呢？嗯，啊，这个事实的工课啊。哦，啊，问大家，啊，这大家无做伙来关心哪会使？有啦，啊，讲定在讲，啊嘛，所以我希望讲吼，恁这媒体吼，应该较少来这做一采访。啊，我爱较常来佚佗有影啦，我咧连佚佗嘛是，等甲你了解一下就对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我咧，等这桥安尼较会长到这个形啊，哈。所以这个工课吼，啊，咱的政府啊，这工课做到一半，结果害去了，还未验收，啊，等迄个要伊安尼灰害害，所以这百姓嘛定在咧埋怨，讲啊，政府做条桥啊，做也唔敢收买，啊，这实在是吼，讲起来真委屈啦。哦。这个桥安尼做到这长，啊，到长去啊，这种桥呐，这我看这是江苏凊彩做的哦，哈。啊，啊，过去的这工程工程你也不是不知啊，哦，啊，大家也讲讲希望我安怎来收尾啦，啊，搁批评也无什么意思啊。哦，哎，这回电话了，回电话。啊，你这边这座是啥？我过来这叫双柏林，啊，伊这嘛是这远郡吼，足出名这露营区。是。哦，较早的若讲寒暑假时阵吼，咱做些年轻朋友哈，啊，情侣
拢带来这个露营啊。哦，你嘛捌超过恁迄个台就对啊。较早记忆嘛有这段就对啊。我有这段就对啊。嘿，露营，我看着边啊这间这个厝吼，哇，这间别种起啊才好，才上大个哈。我亲像这吼，讲起来无政府无好啊，讲来心血吼，这嘛真危险呢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咱继续看，看一边。渔夫啊，抱着兴奋的心情上船了。没想到，正他深吸一口气，准备引吭高歌的时候，熊熊之间，他觉得自己少带了一样东西——氧气桶。因为阿姆瓶里的恶臭实在是叫人不敢恭维啊！吓得渔夫迫不及待地离开了这个可怕的湖水了。虽然湖水的恶臭实在是令人难受，熏得怪恶心的，可是肚子饿了，饭还是得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进驻到黄记捞霸本，听说那边的价钱呢是非常的便宜又公道的，修个短袜哦。这间是安怎咧？大家有名的这个黄记做早饭店咧。安尼哦，诶，感觉旁讲，感觉都足好食。啊，这个呢，好多一般消费。十几工啊，足忝的啊。啊，这介绍一下咧。我看这个介绍搁食功德。啊，阮大家这个一般的食的物件哦，诶，介绍拢真功德，真功德。今日吼，两位拢安尼陪我一工吼，足忝的。帮我吃一下，吼，拜托我吃，我袂要紧，我吃。我身躯头个剩啊370块，370啊。好，是即摆会当食啥？来，拜托来咧，头家啊，来，拜托一下啦。来，请讲者，我身躯即摆剩3000哦，啊来，你再吃要食啥？啊，三个人嘛，3700吼，嘿，可以是黄记猪脚，嘿，黄记猪脚，嘿，你是恁家特色。哎对，因为我这吼报几下病人讲吼，大西冰城黄记猪脚是啊是安怎诶特别？因为我帮伊逐工吼，迄肉燥吼卤了汤吼，啊就炖一只吼，这吼那炖，我做底价做6点钟，做6点钟，人帮做5点钟做6点钟，哦，哎用火炭来烧，安尼哦，哦，炭烧猪脚，所以加起来 Q Q Q， 系 Q Q， 系 Q， 系，即边也在啦，好，好来，阿哥对这边。凤梨鱼肚好吧？啊，凤梨鱼肚，沙白鱼肚用竹竿刀落去刣，刣啊拢无钱。哦，安尼哦，哎，用竹竿刀刣。这台南的做法就对啦。对，纯台南做法的对啦。哦，啊你讲可以。金黄来食嘿。哎，金黄来食，安尼食起来就足甜的，足甘的。足甘，啊可能无钱，顶边点样交钱？安尼滋味也袂歹啦，吼。啊，搁啥物？因为炒一个青菜啦，但即阵风太多贵吼，青菜我炒一下菜好。哦，炒一下菜。炒一下菜，家己种，我们后面自己种的。哦，菜也自己种的。对。啊，萝卜饭。萝卜饭，我的萝卜饭，完全都手工切的，手工肉燥。手工肉燥。不是脖子肉，是那个三层肉在切的。哦，三层吧，一下那个菜。啊，这热人啊，寒人有啥物做法无？哈。哎，热人爱加甘蔗汁。热啦，哎，热啊，甘蔗汁，嘿，啊，迄个寒天唔好加，嘿，甘蔗吼，糖分吼，热天太激大，啊，热天较热，差咧尔。嗯，这两个是从个这炖煮味吼，蛮会个增加。啊，钱咁高？啊，这汤吼，肯定算半价来，那好无？汤算半价，哎啦，我记得啦，那个咱男艺员，啊，算半碗就好啊啦。啊，安尼有够好食，有差不多，你讲准备一下，讲串一下吼。你再串。好，谢谢。哇，香公公公公香啊！哎，你料理真好哦，看你个人做法真水哦。啊，两位囡仔，伊这非常多谢恁哦，安尼我会当安尼，伫这个1000块，你看，总共1000块，安尼完成着这个任务啊，来到恁这大家去度。啊，咱今仔是算过什么所在啊？我来笔记，我去看卖。后来啊，咱算过第一个是大庆洞。啊，还有新币吧？啊，新币。啊，古道嘞，古道嘛袂歹。啊，古道较早就是拄仔咱讲过啊，啊，就是迄个吼，咱古码头专门去行。啊，对啦对啦，啊，佫什么关帝啊？对，迄个拢咱大家迄个保护神啦。啊，大家保护神，哎，恁啊，佮中正宫，这是世界这个台湾的八大禁忌。啊，是。啊，这是风微微的多几遍了吼。是啊，对。啊，佫有这老街嘛，真好耍嘛吼。是啊。啊，佫有这个附中50班歌呀，吼。
恁食好诶，我食真欢喜啦。哎，你感觉上味出来？无啦无啦，咪食了腿啊足饱诶，食了腿啊足饱诶。啊，搁有一石门水库啊。石门水库较歹食，即卖都做红菜哦，水做垃圾嘛，真歹食。哦，是啦，要紧啦，即来紧上好食，阮台北人哦，唔茫搁食咧歹水就好啦。我恁搁啉来一盏。不过风景确实真水，哎，啊，搁有即环湖公路啊，去遐坐一阵啦，啊，即是确实是，伫遐规路啊，袂歹吼，嗯。啊！个这阿姆平哦，不坐船呢。你讲个船啊，安尼是不是安尼？你感觉真有真开朗，真开朗啊！看顶头，莫看下骹，看下骹你看落不自在啊。哦，啊个来个船，那个来这黄记卤肉饭哦。船两个有去看到迄个木雕哇，我实感觉真好。哎，今仔非常多谢这两位，谢谢。是讲安尼啦，希望我有时间较常来佚佗，也希望咱全国的朋友，哦，你一千块来台企哦，佚佗到包你足爽快啦。是，是不是安尼？哎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当然啦，阮非常欢迎讲哦，啊，所有的这游客哦，来大家这边，啊，但是阮大家哦，唔爱小看照顾，哦，去环保场地啊，哦，我咪希望讲，阮身上的即马就注重这人的整洁哦，等活动办煞的时阵啊，就是咱整洁的工作要开始来进行的时阵，希望讲到时阵哦。诶，展现出来新的一面吼，啊，过来展现咱的所有的这个游客，大好朋友啊。好来啊，今天非常多谢两位来，这小弟吼，啊，伫遮吼用370块请你来，来，大家来开始啊，已经冻袂掉啊，好来，进来。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